Today very excited. 今天请到了五位我们2020-2021年申请大学的同学。那我们的分享会主要也是会让他们给各位分享他们申请大学的故事。那在介绍这些优秀的讲者之前呢，想要先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们的团队以及我们的公司。我叫 Peggy，我以前也是国际学生，我来自台湾长大，那我的大学也去了美国，我从伯克莱大学毕业，那目前我是 Panel 的 Head of Consulting，也就是我们的顾问总监。那在和大家分享我们的 program 之前，想要先就是讲一下 Panel 我们的核心理念。那我们的核心理念叫 Applying Sideways，它来自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招生概念。那在这个概念里面，我们希望，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学生有所成长，然后以及我们希望让学生变成更好的学生。因为我们坚信，如果让学生可以把自己的程度提高，变得更 curious、更有好奇心、更具有领导能力以及更独特，他们自然而然就可以申请进，更好的大学。所以，对这些优秀的学生来讲，申请顶尖大学并不再是往上面去申请，而是横向申请。那，也很荣幸，我们的团队是来自美各个的顶尖大学，包括伯克莱大学、哈佛大学以及耶鲁大学。那我们的顾问们，也都是自己，在申请的过程中有，亲身体验到，就是申请美国的 top schools，有这样的经验，现在也希望回来帮助更多的国际学生去完成他们出国留学的梦想。那 panel 的 核心 program 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留学顾问。留学顾问的 program 帮助各个想要去出国申请大学、研究所以及高中 boarding school 的国际学生，往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等国家去申请。那第二个 program 是标准化测验的课程，在这些课程们有包括 SAT、托福、雅思以及 AP 和 IB 的冲刺班。那最后我们有就是新创以及研究辅导，那这些这个 program 主要是为了帮学生们打造一个很完整以及很精彩的履历表申请大学。那跟我们合作的research mentorship 的教授也来自美国的top 20顶尖教授，包括加州大学的伯克莱以及圣地亚哥分校，还有波士顿大学。跟我们合作的新创辅导企划的公司，包括台湾顶尖的新创公司，他们来自各个领域，包括金融、宠物平台、教育，以及医疗平台等等的。那我们也很荣幸可以跟这么多就是 mission driven 的公司合作，让学生不止可以亲身体验去新创公司上班，当一个创业家的感觉，也希望透过这个经验，让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心。那今天我们的admissions consulting 升学顾问的 program，庆祝了 celebrate 非常多的 success，里面包括录取美国的前20名大学。那不止我们的学生有成功录取前20名大学，我们光是今年一年就有超过100万美金的奖学金。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请到就是五位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是来自建中的 Ryan 同学，以及复旦的 Elvis，延平的 Sonia，维格的 Alex，还有台北美国学校的 Ethan。那接下来今天就是会听他们分享一些他们自己的经验，从台湾的 local 学校、双语学校以及国际美国学校，申请大学是有什么样不同的挑战，以及什么样不同的经验。那也欢迎各位观众来问这些同学们问题。那问问题就请用 message 的方式在底下留言。那我们问题的部分会最后统一一起去问大家，所以请大家就是耐心的一下，先等，先听他们讲完，再让他们回答您的问题。Great，then let's get started。首先第一位要跟我们 present 的，是来自建中的 Ryan 同学。Ryan 他今年的fall semester 会去伯克莱大学读物理系。Ryan，let's have you take the floor。
好，那大家好，我是 Ryan。那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我在申请过程中遇到跟学到一些事情。好，那我今年呢会从建中毕业，然后说已经从建中毕业，然后接下来会去 UC Berkeley 读物理。那我想先跟大家谈谈决心这件事情。那我是出生在 LA 啦，但所以我在出生的时候就有美国国籍，所以出国念大学这件事情就一直都在我的规划当中。可是，在升高中的时候，家人就先提供给我一个选择，就是直接去美国念高中。那这其实有非常直接的好处嘛，因为毕竟在升美国大学的时候，看是要跟全世界抢那一成的名额，还是跟美国人抢剩下那9成，这其实很明显后者会容易一点嘛。但当我已经下定决心，就是说会考考完，我就直接休学，然后就跑去美国的时候，那意外就发生了，那就是。我本来是抱着想说，跟朋友去陪考，去考那个建中科学班，然后他居然录取。那其实那个时候我非常犹豫嘛，因为毕竟如果去美国的话，我几乎肯定我有能力可以维持一个不错的成绩，然后进入一间不差的大学。但问题是就毕竟遇到周遭的同学就会相对平庸一点，然后也没有很多很刺激的事情会发生。可是，在建中科学班的话，我会遇到很多很强的人，像怪物啊，或者是重点就是。我或许也有机会成为那些在我眼中是不平凡的人，然后进入真正一流的好学校。那实际上这就是一场豪赌嘛，那就是用大学4年的赌注压在这赔率超级高的选项上面。然后，可是我赌性很坚强，所以我就选择留在台湾。那相信在座各位应该也有许多人会面临像同样的抉择。当然，不是说像美国跟台湾那么夸张，其实就连私立跟公立高中也有非常类似的困境。那读完公立高中这3年，那我的观察是这样子的。首先第一个就公立高中，总之就是便宜嘛。但坏处就是基本上很少人在想要出国，就你会发现身边的人全部都想要去医学系，然后没有 AP，没有 IB，然后GPA 制度非常烂，然后还有其实很多很奇怪的老师喜欢当人，然后学校基本上放牛吃草。可是也是有很多好处的。总来说，我觉得学术表现是比较好的，而且自由时间是真的很多。当然因为我读的是建中，所以建中又是独树一格的自由，然后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就一般来说会认为公立高中的弹性会很差，可是实际上的状况是，只要你可以拿出一个不错的成绩，比如说像你游泳很厉害，你篮球很厉害，你的物理很厉害，你的数学很厉害，然后选入校队的话，你基本上可以享受非常大的自由。像我这3年来请了2200节公假来准备比赛，那学校甚至还再愿意让我去请假去大学做专题。那所以就不是说公立高中没有资源，而是大部分的人其实不知道怎么去找。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学科竞赛如果真的要比学科竞赛的话，各地的第一志愿真的是有无可取代的优势。比如说建中就有很多各科竞赛的考古题啊，每一年用的实验考题器材这种，像这是其他学校不会有的东西。所以总来说，如果自律性够好的话，我认为公立高中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好，那再我想要谈谈关于巧合这件事情。那像在我进高中之前啊，就因为费曼物理学讲义这套书，然后就迷上了物理。那进建中那一年，5位物理奥林匹克过程当中，居然就有4位是在建中里面。那当然就看着他们就会有心中有不自主的憧憬出现。那这样的巧合就带我走上物理竞赛这条路。那还有更多事情在不断的发生，因为他进了高中之后呢，因为一些机遇的问题嘛，反正我就进了戏剧社，然后就参与了还蛮多舞台剧的公演的。啊，因为科学班，所以我举办了很多义务教育的服务，然后在大学做了几次专题研究。然后也有在合唱团当应该说班级合唱比赛当指挥啊，然后跟同学参加创意戏剧比赛啊，然后策划一个公益性质的物理竞赛啊。总之就是在公立高中其实过得非常的，就是事情会不断的来，不断的来，就追着你一直跑，然后会让你不断学到东西，充实一点。可是这样子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要怎么去平衡这么多事情啊？因为平均来说，大概可能会有同时有3到4件事情在一直追着你跑啊，就有课业啊，有比赛啊。有服务学习，有合唱，有专题，哇！那过这3年啊，我学到的事情是这样子。好，反正第一个，课业成绩永远是最重要。SAT 你可能可以用 optional，或者是你之后再考嘛。那你课外服务你可以后来去补救。可是 GPA 如果你某一个学期烂掉的话，那就是烂掉，你没有办法补救嘛。然后像我有学弟，就是他很厉害，他当了2科国手，可是他在校被当光光，所以可能出国是还蛮困难的。然后另外。关于保持课业成绩，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不要得罪老师，因为毕竟你不知道公立高中会遇到什么老师嘛，他们都是铁饭碗。所以他像我一个同学，他皮了一下就被
就用平时成绩30分被当掉这样子，那这其实会造成很多问题啊。那如果想要出国的话，这方面就千万要就是进高中的时候就要仔细注意好。然后再来是我觉得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毕竟自由的时间其实是很宝贵。那来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不认真的，就你就不认真嘛。那不认真就是不出色。然后最后一件事情是，不要钻牛角尖，因为毕竟你自己努力有可能不会成功嘛。那可是别人有可能不努力就成功了。那你一直执着在这件事情上，你压力就越来越大。然后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的话，你就会陷在低潮里面出不来。所以我建议是，如果读公立高中的话，就记得多方尝试，多方发展。那你就算最后哪里失败，你也不会太气馁这样子。好，那再我想谈一谈的是契机这件事情。毕竟出国读书其实是一件很花钱的事情嘛，那何苦？就我个人理由是这样子啊。第一个就是因为我想要读的是理论物理学，那留在台湾说真的出路真的是非常不好。就是毕竟你看人家国外一篇什么 ADS-CST correspondence 引用数就快要超过整个台大物理系的论文引用数总和，所以其实国外的优势真的很显著啦。然后因为现在其实听过名字的大部分厉害的人都在美国，那以物理学来说，对，就美国真的是无法取代的优势。那另外就是我不希望一直我停在舒适圈里面嘛，因为毕竟像在科学班这3年尝试很多新东西的，我发现就打破舒适圈的时候，其实就是最大成长的时候。那最后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比完奥林匹亚会很闲。好，那既然我想要出国的话，那就来看，就我就要先看看我到底可以拿出什么样的条件嘛。那首先第一个是我在建中的成绩其实还蛮好的，就是我 GPA 是3.98，4分是满分这样子，那校牌有个2趴这样。那再来是我去年有代表台湾参加欧洲物理奥林匹亚竞赛，拿到金牌跟世界第15名。好，那之所以是欧洲赛，是因为去年国际赛取消，所以欧洲赛邀请全世界去比赛这样。那另外还有物理竞赛 A 等奖、地科奥林匹亚前半之类的。但是其实一个很重点的东西是，我英文真的是烂得可以，就是 SAT 拿出来会被笑，然后叫你收回去那种程度。然后对，所以其实总体来看，其实出国并不是，就以我的状况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的。对，好，那既然就已经决定要出国的话，那我就要来看一下我要去申请什么学校。那我一共申请了11间学校，那这边我先列一个表。那我想要来讲一下要是怎么选出这些名单。那第一个是因为，毕竟我是奥林匹亚国手，所以我可以保送台大电机，所以我只选择了愿意让我多花几百万出国念书的学校，其实跟对大家都一样啊。就比如说你在台湾，就一定上得了清大的话，那就没有必要说，比如说付一大堆钱，然后去读一个跟清大其实差不多的学校，这其实没有什么必要。那再来就是研究的实力，那这方面虽然很多人说排名其实没有参考价值，可是如果以研究实力来讲的话，排名是非常有参考价值。那如果想要自己看的话呢，有空可以多上，比如说 archive 逛逛，那多读一点 paper 之后，就会发现哪里特别强啊。比如说像前阵子在修 GR 的时候，教授指定的阅读材料几乎都来自 Berkeley，那时候 Weinberg 在 Berkeley 啊。那另外就是，比方数学跟场论的话，Princeton 很厉害啊。然后前阎子做出谬论异常词句的 Fermilab 其实就在 U Chicago 旁边，所以其实平常多接触一点 paper 的话，就会大概知道说哪一个学校的学术实力在哪里，然后你喜欢做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特别强，那就是还蛮鼓励大家去这样做。那最后我想来谈一下勇气这件事情。那毕竟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 SAT 真的是非常的烂，然后交我等于没有交，甚至还会扣分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其实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申请是很有可能是去搞笑。那我是怎么鼓起这个勇气呢？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明确好你出国是为了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不要说冲着名头去申请，我就想要上 IB 这样，那还不如说就不要申请专心读书这样。因为我想说的事情是，出国不是唯一的一条路，也不是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以带你出国。像我高中在玩了2年竞赛，我才仓皇决定说要出国。那破烂英文嘛，那可是那又怎么样？因为我就确定我想要读物理。那如果我想要读物理的话，我就是要出国。那我有我的梦想。那事实证明，我想要的话，那其实并不是不可能的。好，那既然已经决定了要出国的话，那下一件事情就是写 essay 嘛。那过去2年我当了几次编剧，那我学到了几件事情啊，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呢。第一个事情就是戏剧动作很重要。
它是由一个意志跟一个冲突组成，所以你在写 essay 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先把你的目标，就你想做什么，跟它你在距离它之间的障碍，用最短的篇幅先呈现出来。因为你在跨越这个障碍的时候，其实当中就会自然绽放出，就是你这个人是谁嘛。然后再来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一定要包含着你想要传递，然后你所相信的那个哲学，因为毕竟。就算它是很陈腔滥调也没什么关系，但是重点是你必须相信它，因为你相信与否会从故事里面不自主流露出来嘛。对，然后第三就是取材很重要，因为如果选错材料的话，就会是一个比较没有灵魂的故事，那这样就只会产生出一篇比较没有价值的文章。那我觉得在写之前就要先仔细回想一下，什么时候你感到最纠结，然后你最成长最多的时候，因为那种时候通常是最有趣而且最有价值。好，那最后想要讲的是如何面临失败。那，就是申请这件事情，其实最煎熬的不是跟 essay 奋战，而是在不同的时间收到不同地方的拒绝，然后尤其是你的同学、你的朋友还上了你的梦想学校。好，那我想说的事情是，那到那个时候，你记得要相信自己，不要被影响，因为我知道这其实很难嘛，但是因为可能还会有面试之类的东西，那就是。只有你在相信自己的时候，你才会让别人相信说你会在他们大学里面成为最好的那个选择。那，最后我的建议是，就是记得要趁早练好英文啊，不要像我一样拿着破烂 SAT 到处搞笑。那像我就是在赌博嘛，因为基本上我除了 Berkeley 以外没有录取其他大学。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录取 Berkeley 的话，那我就只能留在台湾了。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你还在高中，然后如果对奥林匹克感兴趣的话，记得去建中。对，那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找出自己最热情是最重要的。那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这是我在进建中的时候学长跟我说的，影响我非常大，就是说有能力的人无论在哪里都会绽放出光芒。那谢谢大家。Great, thank you, Ryan. 谢谢 Ryan 来分享，你在世锦大学的经验。那这边我们有一些问题希望问你哈。第一个就是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你有提到物澳是对自己成长以及申请蛮大一部分。那对以后希望参加物澳或者是奥林匹亚的选手，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 advice 或是建议？我觉得就是学科竞赛这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学校去教你，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己去学。所以，比如说像如果今天想要学物理，好了，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去学相对论，好，那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是，比如说像你就去台大的课程网上面找，然后你就发现教授给了很多 reference。那其实如果比如说你想学相对论，然后你就爬一大堆之后，你就发现说，David Tong 的 lecture note 其实是在这个市面上最主流的教材，那其实你就可以自己下载下来读嘛。那所以说就是重点是你要自己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东西，然后找到有兴趣的东西之后自己去学。比如说像想要打 code 的话，你就可以去，比如说参加 Codeforces 啊，参加 VCode 比赛啊，或者是干脆去打 Kaggle 上面的 ML 竞赛啊。那想学数学的话，就比如说像找题目啊，然后网络上其实也有很多人会推荐说你想要读什么的话，比如说想要读分析就去读 Gradient 啊之类。就是我觉得自己去找那些书是很重要，那因为毕竟好的教材大部分都是原文书嘛，那提早开始读原文书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对。Great. Actually，刚才你有提到一点，但是可能观众还不晓得哈。Ryan 他除了是个非常厉害的物理学家，他还是一个很厉害的钢琴演奏家，还有导演以及 actor，right？How have your extracurricular？就是你那么多课外活动里面，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是特别对申请大学有帮助的？钢琴算是一个兴趣爱好，就可能弹了10年，可是并没有说特别厉害，所以，我是把它当做一个调剂跟休闲啊，就是因为毕竟申请大学过程中压力其实很大嘛，那有一个好的调剂是还蛮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演戏对我来说影响是很大，因为毕竟就是他教了我很多事情嘛，那我觉得就是说今天不一定要是演戏啊，比如说像。比如说像组乐团啊，或者是跳舞啊，都其实都是很好的。那重点是在，比如说跟大家合作的过程，然后参加竞赛过程，然后还有面对失败的过程，我觉得这些都会教非常多。所以就是不要说
就进了高中，然后想说书要读好啊，那我就加个生研啊，加个物研啊这种东西。那其实去尝试很多新的东西的话，其实会让你变成一个更完整，而且你会学到更多东西。所以我其实很鼓励大家去参加，就是很多奇怪的，就算是很奇怪的社团，也是很鼓励啊。Great, and then actually 我们有一个 question 是来自就是我们的 audience 里面问，请问学长科学班是 honor 还是 activity？然后在申请里面要怎么呈现出来？我觉得就是录取科学班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可是科学班会给你很多机会，比如说像比竞赛这件事情，可能在其他就在普通班，甚至就算在数理自由班，它的环境还是没有比科学班好的。所以它会带给你很多新的东西，比如说它会让你去做专题嘛。那到了3年级的时候，你还可以去修大学学分，比如说像我在高中的3年级的时候，我上下学期加起来总共修了25个学分，在台大这样子。那就是我觉得不用说执着说，就是一定要在履历当中呈现你读科学班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如果你读了3年，科学班一定会带给你什么。那重点是这些事情，如何去改变你，然后如何让你成为你现在的你自己，这些东西其实在你参加活动跟获得奖项当中一定会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的。OK，great，谢谢 Ryan。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像在台湾很多的学校，像科学班或者是数理自由班等等的，特殊班级，那这些其实在他们的 transcript，在他们的成绩单上面就会呈现，包括科学班上的课程是跟普通班也不一样，诶，你们在高中的前2年就把高中的课程全部上完，然后最后一年就是比较 advanced 大学 level 的课程。那台湾经常有很多学校是以类似的方式，所以，各位现在还在考虑申请美国大学的学生家长们，其实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如果有在科学班或是在别的就是自由班的话，在 transcript 就成绩单上面自然会显现出来。那我们观众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发问。那我们所有的问题，等最后就是等5位讲者，都 present 完之后会统一去问大家。Great, so thank you, Ryan. 下一位学生令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哈，因为每次跟他开会，其实他都是从桃园跑来台北跟我们开会，所以我也非常敬佩，很 respect 他这样就是非常take initiative 的态度，那也非常开心他今年的 fall semester，也是一样会去读加州的伯克莱大学，and let's give it up for Elvis。大家好，我是来自复旦高中的 Alvis，今天很有幸能申请到 UC Berkeley 的化学系，然后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身为 local school 的学生，如何克服那些像私立 local school 的挑战来申请美国大学。对于作为一个 local school 的学生，为什么想申请美国大学呢？其实我觉得我的起步算很晚。在我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我参加了 Yale Summer Session，在那时候我才开始对美式教育充满憧憬，也是那时候我才发现申请美国不是只要考托福、考 SAT，还要考一些很多各式各样的考试，然后还要做很多课外活动，写好几十篇的 essay。对，在 local school 会遇到很多困难。像在我的私立高中，我们的课业压力相较就比较大，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半的课和考试，学校还会要求你在6点半以后在学校自习到9点。虽然你这些时间都可以请假回家做自己的事，但是学校的 GPA 还是要顾啊，那些考试还是要补考啊。但其实回头看一看，这些花那么多时间在考试这方面上面，我觉得我学校给我一个非常好考试技巧，在我之后考 AP、SAT、Subject Test 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拿到高分。对，就是在这里推荐这些 local school 学生可以多考这些国际性的标准化测验，像 AP、AMC 之类的，就可以让美国大学知道你的课业的程度在哪里。
毕竟你是来自 local school 的学生，他可能对你们学校的 GPA 不太了解你到底多强，可以尽量透过这种有标准化的东西来考。对，对，至于对大学申请不了解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看看 YouTube 上面，看一些那些 college YouTuber 的 stats 和你相差多远，或是可以在 Reddit 上面看这个大学申请的 process 到底是怎么走。至于 local school，我觉得它的硬伤就是像我们这种私立桃园以升学主义的这种私立中学，他们给的课外活动机会就少得非常多。我个人觉得这是劣势，也是种优势，因为你在国际高中，可能你的 leadership position 会非常的难讲。在我们学校，只要你用心去做，你其实都会有那个机会，可以让你大放异彩。尤其像我们学校还没有很多社团，你有什么想法，你就可以直接创你自己的社团，跟国际高中比起来，比较能够异军突起。对，至于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准备 SAT 和申请文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时间管理，然后并且要了解你自己在做什么。就像你每天都可以反省一下你。11点到12点的时候，你上个 Coursera 这个课，你这 Coursera 这个课到底值不值得花这个时间？不如把这个时间去做其他事，就每天不断的在检讨，要让明天的自己比今天的自己更进步。对，至于为什么会选 UC Berkeley 呢？我觉得我其实从小就有一个当创业家的梦想，很想去矽谷工作，并且我觉得有一个机会在矽谷读书，在这种旁边的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主刻薄改变世界这种环境是非常好的。对，其实身为一个 local school 的学生，我来讲我的英文能力也没到很好。真的，我觉得可以让我 stand out 的，就是真的是我的课外活动，像我的托福、雅思，都是我去年12月的时候，我 UC application 交了之后，我才把它补上去的。还有我的 SAT 考非常多次，但也是没有考非常好，幸好 test optional 让我可以不用交。对，然后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什么 extracurricular 来帮助我的吧。在高一升高的时候，我加入热音社。其实加入热音社不是为了什么，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我真的可能会申请美国的大学。加入这个纯粹只是想玩音乐。如果我当时觉得选择要出国读书，我可能会把这时间花在磨练社练英文吧。不过回头想起来，也是热音社让我遇到这群那么好的朋友。在我之后孤军奋战准备 SAT 的时候，他们陪我唱歌，一起舒压。最后，我和他们的故事也放在我一个 essay 里面，我认为是非常写得非常好的。对，在高一升高二的那个暑假，算是我人生的转捩点。我其实，在前一个寒假参加了北医的医学研究，就像刚刚 Ryan 所说的，我们 local school 的学生基本上都想要去 medical school。然后我发现那个营队其实可以让我改变我非常多，我就天马行空想，如果这营队在美国发生的话会怎么样？我就随便申请了那个到处的美国各地的 summer session，结果很有幸的中了也有 summer session，也在那里我认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中生，有来自上海的高中生参加这个反送中的活动，也有来自阿拉巴马这个参加 abortion 之类的抗议。就与他们交流，让我相信，虽然只是17岁高中生的我，也有机会让我的 community 变更好。带这个想法回到台湾，我加入了学生会和学生会干部们与特色组织办一个人道关怀活动，也和日本高中做些文化交流的事情，在这一点一滴，我的领导能力渐渐的提升，我上台讲话也越来越有自信了。最后，在高二的时候，带着我也有 summer session 给我的这种对 community 的这个责任感和我学生会学到领导能力，
最后和几位好朋友创办这个科研培养队，作为一个大学和高中生高中的桥梁，把大学资源带给我们高中，提升我们学校的科研资源。因为其实像我们学校的科学课就是其实做的不多，我们高一到高三只有进一次化学实验室，对于一般的高中生来讲是非常不够的。然后我们学校其实有非常多对科学非常有兴趣的人想要参加科展学科能力竞赛，但往往都在那些实作部分失利，然后我们也没有资源去做一些较高深的实验。对，所以我就想，如果有足够的资源的话，我们的学生就可以 reach their potential。其实只是抱着这个想跟大家分享这些大学资源的心去办这个营队，结果殊不知就刚好把我之前的学生会得到领导能力带进来我新的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对。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 essay。这篇 essay 是在讲我和我热音社好朋友的故事。这 essay 我一开始开头是以我当时第一次上台的紧张感，并回想身为一个吉他手，吉他带给我什么，带给我朋友，带给我勇气上台，带给我这些能力可以去和朋友一起谱出属于我们的青春。最后在这个 essay 的最后一段，我在用像落幕的这种感觉，在台上落幕的这种感觉结束这个作文。我其实觉得 essay 可以用像讲故事一样，把观众带进你的故事里面，而不是平铺直叙讲你的想法。因为有时候可能要透过故事才能更了解你经历的这段过程。对，最后给大家意见，对大家的建议，我觉得高中其实就像化学反应般，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每个机会都像催化剂一样，你只要好好抓住机会，你永远能往名为梦想的产物往前一步。在我这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中，热音社还有学生会还有这个科研培养队，其实都是相差非常多的，但人生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没有什么选择一定是错的。你不知道当时这个看似任性的选择，未来会给你大大的帮助。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只要好好抓住每个机会，把危机看成转机，就可以更达成这个发挥自己。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当时我怎么认识 Panel 的。其实这张照片是我在参加 GLOW 这个领袖营的时候拍的，当时也是好几个好朋友邀请我去参加 GLOW 这个营队，是在这个营队我才认识的 Panel。 如果当时我没答应这个朋友的话，我说不定也没有机会在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段我的高中生涯，所以希望大家有任何机会都好好的把握。Great, thank you, Elvis, for sharing your story. 谢谢你，分享一个充满青春、充满勇气，然后非常动人的一个自己申请的过程。那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第一个就是，其实 Elvis, 你有成功申请进 Northwestern 西北大学，那在申请的过程中，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 interview 面试经验，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和 Northwestern 的interview 经验吗？可以，其实那个 interview 其实想起来真的是蛮荒唐的，就是当时我的 interviewer 是坐在他的车上，然后在一个随便的停车场昏暗的灯光就开始 interview 我觉得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这 interview 非常有点菜，他就拿着他的本子去就是照表操课的问我问题，就还让我选择这个 How about this one? Or you wanna try another question? 还让我选这个问题，真的让我倍感亲切的。然后就是我其实觉得 interview 的时候可以多一点那个观察力，就像我其实
其实有发现他的英文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就是他这还有跟我讲说，你其实这些回答你都可以翻译完再给我，我再帮你写 report。总而言之，这 interview 快问快答时间就只有20分钟，之后40分钟都是我们用中文在闲聊。我觉得其实要把 interviewer 看成是一个能帮你的贵人，你就把他当朋友一样。最重要的就是在 interviewer 一开始开头的时候介绍的时候要好好听，知道他是什么背景的，之后跟他尬聊的时候才可以比较顺利，就是可以让他觉得比较 friendly，可以给你 extra bonus 之类的。OK，very cool。那另外想要问的就是，你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做了非常多，像热音社啊、student council，以及很多都是其实跟 STEM 不太相关的活动。你觉得去参加这些活动，虽然跟你以后想要学的科系不相关，它对你自己的成长来讲，有没有一些帮助呢？对，我其实觉得参加做那么多这种 student government 之类的东西，可以的确增加我的领导能力，也可以让我对我科学的热情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就像我大可可以当一个研究员，好好的跟那个教授做个研究，发个 paper。但我选择把这个机会告诉大家，希望教授和他们的研究人可以带领我们的高中，让我们高中有更多优秀的研究人。其实就比较像这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吧，我也想不到我学生会给我这个经验，能让我今天在与教授办出这样的活动，对。Great，and then 最后就是你在高中的时候有把大学的化学科学课程带进你的学校，那这个过程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开始？And 它在办这样的课程里面，你有学到什么样的 lessons？其实这整个开始就是我们学校很多这种想要对科展有憧憬的学生，他们就参加这些像学科能力竞赛，但是往往都是在这个实作部分失利。所以我在想，如果他们有机会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研究指导的话，他们说不定他们比赛结果会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非常可惜，所以就想要跟我们学校签策略联盟的大学，就在到处我们学校附近找一些 local college 来找合作计划，希望把这些他们的资源可以带到我们高中。毕竟我们高中的实验室真的是比较破嘛，希望可以对把这些资源共享。Got it. Great. Well, thank you, Elvin. 谢谢你answer 我们的问题，然后 share 你大学申请的过程。那如果让观众的大家如果希望问 Elvis 或是我们其他的讲者一些问题，也可以透过留言的方式在里面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在最后就是大家讲完的时候，会统一再回来把这些问题问给我们的同学们。那下一位学生，他是非常有他是多才多艺，非常有不同才华，包括艺术以及 econ 等等的。他是来自延平高中的 Sonia。大家好，我是 Sonia。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怎么申请上芝加哥大学。然后，首先我来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我叫 Sonia，然后我来自延平高中，然后我申请上的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首先，我第一个要分享的主题是从本地的高中申请到美国大学的这个历程，然后我会讲一下我为什么申请美国大学，然后还有跟台湾的课业是怎么平衡的。首先，为什么要大老远的申请美国的大学呢？最核心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希望脱离我的舒适圈。这听起来有点老梗，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我是那种待在同一个环境太久，我就会开始有点懈怠，就是需要有一些新的挑战，就算是让整个环境变得有很困难啊，或是有一些东西需要去克服，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可以让我成长最快的方式。然后呢，再来我也是有参加了
布朗大学的 pre-college program。然后我其实参加的那个时候我才国三毕业，所以其实我根本对于大学的申请还没有什么想法，但是这一次的经验让我了解到的是美国他们的学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上了一个是文化与心理学的课程，然后里面每次老师问问题，台下就是交谈就会很热烈，然后就有很多人提出他们的不同的想法。然后不管，我还记得有一个俄罗斯的女生，然后她的想法虽然有些地方有点问题，但是她还是每次都很自信的举手，然后就是人家去质疑她的时候，他们就是也能够互相来往去激荡不同的想法。然后我觉得这样的环境在台湾是比较缺乏的，所以我就很向往说有能够有这样的课堂体验。然后最后其实真正让我决定要申请美国大学的就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选择走文组，然后大家都知道其实在台湾文组是不太受到重视，而且发展其实也是比较受限的，所以这就让我最终决定去申请美国的大学。那我来讲讲我们学校延平中学提供了什么资源。那当然延平中学就是没有不像其他有一些台湾的学校有国际部，所以我们学校其实就是很 local， 然后呢也没有任何跟申请国外大学有关的资源，就算有的话可能也是像是日本这样的学校。对于申请美国的大学其实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同侪跟我一样是要申请美国的大学，但是学校这边还是有给了我一些帮助。首先就是免修的部分，我在高一下还是高二的时候就已经申请了英文免修，然后所以我大概有2年的时间都是没有上英文课的。我觉得这对我的时间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用英文课就是每个礼拜每天至少都有1到2节的英文课，那这个时间我就可以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用电脑去上一些课程，像是我的 AP 考试我就几乎全部都是用学校免修的这个时间去上网络自学，然后最后就直接去考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去问学校的注册组之类的，他们会告诉你一些相关的资讯。然后再来就是推荐信，其实推荐信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嘛。那我觉得重点就是你要跟老师打好关系，让他们对你的印象是好的，这样他们在推荐信方面就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也是蛮幸运的，因为我跟老师的关系其实都还不错，所以也就能够拿到不错的推荐信。那最后就是比赛跟活动的机会，虽然我们学校可能不是在课外活动方面有这么多的学校办理的活动，但是就像刚刚前面的讲者有说到的，就是如果是 local school 的话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其实很多机会你如果去争取其实就是你的，因为你的竞争者其实没有这么多，像是对，你去申请去争取这些活动的时候，同时也可以让老师认识你。像比如说我就是透过学校这边我就可以去参加很多活动，像是每个学校只能推派一个代表的一个环境青年教育的一个论坛，然后我就可以跟着其他各个学校的人飞去以色列去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或者是演讲比赛，也就是能够代表学校去做这样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辩论英文辩论比赛也是，所以我觉得你就是要去不断去关注说有哪些经验，然后而且我觉得你去跟老师打好关系有另一个好处，就是他们认识你之后他们会有时候会直接问你说哎，现在有这个机会你要不要参加，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大家最讨厌的 standardized test， 就是那些 SAT 啊 AP 还有一些英文能力的考试。那我觉得这个原则就是速战速决，然后最好是一次就把它解决掉。像托福跟雅思我是建议大家越早考越好，因为你一旦有这个成绩你很多活动都可以去申请，而且你这样也可以拿这个成绩去申请英文的免修。我自己是在高一上结束的寒假就考，因为它的期限只有2年嘛，所以你刚好这样考完你之后就是都不用再烦恼这个英文能力考试的问题了。然后接下来就是 SAT， SAT 我自己是蛮幸运的，因为
我一直有在上一个英文班，那他们刚好有在准备 SAT， 然后我就因此不小心写了很多的 SAT 的模拟考，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啊，既然都准备了，那我就直接去考吧。然后结果，我就第一次就考的还不错，所以我就蛮幸运，之后就不用再烦恼这件事了。再来 AP 的话 ，AP 其实就是每个不同科目，他们在美国的教育系统里面，他们会有上 AP， 就是大学程度的课程。那因为我们是台湾学校嘛，所以也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课程去给我们选修，但是其实还是可以自己去报考的。这个部分就有点麻烦，你要去联络台湾其他的一些美国学校，看哪些人有提供校外的学生去他们的学校考试。那今年因为刚好因为疫情，所以都变成是线上考试，所以就更方便了。然后我自己是考了总体经济、个体经济跟微积分，因为这三个基本上就是经济系会比较需要的一些 AP 考试。那 AP 是怎么准备的呢？我其实也那时候我也是硬着头皮去考的，因为我全部都是自己从网络上找各个讯息。那我觉得 AP 考试的重点就是你自己去网络上找，其实是有很多资源在那边的，就等你去发现它。而且其实 College Board 它的网站上面也有提供历届的试题，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按部就班把它全部都做完，然后你有一些基本的考试的能力，这其实不会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关于 standardized test， 我有一个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觉得这些考试其实都只是一个门槛。所以比如说你的托福、雅思或者是 SAT 什么的，你过了一定的门槛之后，它的差异就没有很大，所以你不用说你已经考了可能1500出头，然后你还要再拼个快要1600，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你过了那个门槛之后，他就知道你有一定的能力，那接下来重点其实就是你的课外活动了。那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没有 GPA 嘛，所以就是要自己换算。那你需要算你的 GPA， 你需要什么东西呢？首先就是你要去申请英文成绩单，然后再来你要去整理出你每一科目的学分，就是那个成绩单上面通常都会有列出来，比如说国文可能就5个学分，一个学期5个学分这样。然后我们因为没有 honors 或者是 AP， 那基本上都是 unweighted。我的计算方式就是我把 A 算成4，然后 B 算成3， C 算成2分，然后 D 就不要拿到 D 吧。然后我的算法就是把成绩先换算成1234，然后呢再去乘以学分数，然后最后再除掉，这样你就可以得出你的 GPA 了。然后因为我们学校的英文成绩单它是没有 A 加 A 跟 A 减的分别，所以我觉得在学校的在校的考试的话，重点就是你不用再去管什么班牌校牌什么的。我觉得其实有 A 比较重要，因为有 A 的话，那它在你的 GPA 上面显示出来其实就是一样的概念，所以你重点就是超过80分，然后如果80分以上就不要再管它了。那接下来就是讲到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就是我的课外活动，还有是哪些课外活动帮助了我的申请。我认为课外活动很重要的就是要结合这三个点。首先是大学喜欢什么，当然其实这个是不是说你做什么东西就是为了那个大学会喜欢，但是你要知道你想要申请的大学他喜欢什么类型的课外活动。像比如说我申请的 U Chicago， 它是比较学术，但是他也很喜欢有那种辩论啊、演讲这种，或者是一些思考上面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你要确保你做的课外活动是你喜欢的，因为你其实喜不喜欢，你做出来的成果就会有很大的差异。然后再来你还要选出你做的东西里面最独特，就是你一讲就知道是你的那个东西。然后这三个东西如果都有符合的话，就是可以成为你的亮点。那要怎么让你的课外活动可以脱颖而出呢？首先就是要让你的课外活动
全部加总起来可以去表述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去完整呈现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这些大学他们其实要招募的不是你的那些课外活动，就是不是说你很厉害的成绩摆出来，他们不是，其实不是为了那些东西而去录取你，而是为了这些东西呈现出来你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是要录取你这个人。然后你要找出一个东西可以让你跟人家不一样，让他们记住你这个人。因为他们在录取人的时候，他们希望是能够构成一个班级，是有各种不同样的人，就是有在不一样的地方有不同专长的人。所以你要以一个 admissions officer 的角度去想他们会想要什么样的学生。我自己的 extracurricular 是蛮特殊的，因为我虽然想要申请是经济系，但是我很多的课外活动其实跟经济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但是我觉得他们可以呈现出来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首先我透过panel， 然后还有很感谢 Peggy， 我就得到了 Word Up 的实习机会，然后我在那边就是担任社群媒体的管理人。然后在这边我就是见识到底一个新创公司是怎么样运作的，然后也因此我跟Word Up 的老板也变得蛮熟的，然后后来他也帮我写推荐信。然后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很好的，因为我当那个社群媒体的管理人，我同时也有做一些比如说 Instagram post 啊，然后就是也可以结合了我对于艺术设计的一些兴趣。那再来我也有当我们校刊的总编辑，然后也有得到一些校刊相关的奖项。那校刊原本其实我真的是自己喜欢去参加，我原本也没有想到说它会对申请有什么特别的帮助，但是我觉得像这种东西，你就是你真的喜欢的东西，你就努力去把它做好，最后有一个好的成果的话，那或者是你有任何的收获，都是可以把它加入你的故事里面的。然后我自己又就是很喜欢做一些艺术相关的，比如说我从国一的时候我就自己去学了书法，然后我一直也都有在做一些摄影，然后还有设计艺术相关的东西，所以这些我最后也都把它串在我的故事里面。最后我也有做一些辩论跟演讲的一些比赛。这就是我在Word Up 当 intern 的时候我做的一些po 文的系列，然后我就帮他们去研发一些新的系列，然后让他们的粉丝就是增加。那接下来讲到另外一个申请很重要的环节，就是 essay。 那 essay 它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把你所有的你比如说你的一些课外活动啊，还有参加的一些比赛经验都串起来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是最能够整合整个故事的一个媒介。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另一点是，很小的经验也可以写出很大的道理。你基本上 common app essay 你的重点就是你要把你的核心理念包装在一个故事里面，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比如说我自己的 essay， 我就是写的是一个蛮奇怪的故事，就是我这是真实事件，就是我因为我有在摄影嘛，然后我也有之前有尝试过底片摄影。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在我那时候在布朗大学 pre-college 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次草丛边看到一只兔子，然后我就趴下去拍，因为我是拿底片相机嘛，然后反正我就趴那边，然后反正整个我就花了很久的时间，终于就是拍到那个兔子的照片。然后大家都知道底片摄影相机那个胶卷是要之后再拿去洗才能看得到成果，然后我就讲述说我拍的就是好不容易拍到这个照片，我很开心，我想说它一定会看起来很美，但是结果洗出来发现就是曝光不足，然后整个照片都是黑的。我就是讲述说怎么样去透过这种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到说其实比如说照片都可以再拍的嘛，那其实我们人生中很多的经历也都是这样，就是不用因为一次的失败就认为说你没有其他的机会了。所以我就是用这种很小的故事去包装一个很大的道理，我觉得这样就可以
从你的个人的角度去展现出你想要表达的价值。然后我在这个 essay 里面也讲到sense and sensibility，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理性与感性兼具的人，那这也串起了我那些课外活动里面一些看似不相干的东西，因为我的理性部分就是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演讲啊辩论什么的，但是感性的部分就是像是一些艺术创作之类的东西，那我透过我的 common app essay 就把它两个结合起来组成我这个人完整的一个样貌。那再来就是我为什么选择芝加哥大学呢？这间学校其实并不是一个在台湾知名度很高的学校，然后很多人以为它是一个州立大学。那首先我来讲怎么选一个学校。我自己是重度的 YouTube 使用者，然后我那时候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我就看了一大堆 YouTube 上的影片，然后当然也看了很多 Reddit 啊那些上面了解每个学校的风格。然后Panel 这边也有帮助我很多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可以去跟很多学校的一些校友去或者是在校的生去谈话，了解他们学校的整个风气是怎么样。然后我觉得选校很重要的一点是 fit over fame， 就是你不要为了说他的排名很好或是大家都知道这间学校你就去选他，你要选择你适合的学校，因为这样不但你在那边会过得比较好，而且你这样申请的过程也会比较顺利，因为你就是适合那一个学校的人。然后这个why in Chicago 这些原因是我爸妈很喜欢拿出来讲，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没那么重要，但是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反正我们学校就是在 US News 的 ranking 是第六名，然后目前总共有100个诺贝尔奖得主是跟我们学校有affiliate 或者是直接是我们学校的人。但是其实我真正为什么选这间学校的原因是第一个它很有名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蛮稀奇古怪的学校，而且是比较注重学术氛围的。那它稀奇古怪的点从它的那些 essay 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 essay 千奇百怪，真的是各式各样，你去它的网络上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它今年的我自己选的题目就是什么东西可以除以零，就是各种很奇怪的题目，但是我觉得这也让我很 enjoy 去写那些那个作文的过程。然后接下来因为我想申请的是经济系嘛，那 U Chicago 在经济系也是蛮著名的，有很多研究都是从这边出来的。然后再来 U Chicago 也是他标榜说他是走 liberal arts education， 但是同时又有研究型大学的那些资源，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点。然后还有它的学制也是 quarter 嘛，所以它每个学期都比较短，所以你有很多机会去尝试不同的科目。然后再来这个学校的大小算是中型的，因为我想要可以认识新的人，但是同时又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community 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中型大小的学校。而且我是从小到大都在都市嘛，所以我还是想要待在一个靠近都市的一个学校，但是我有想要那个校园的感觉。那 总而言之归纳下来，我就发现 U Chicago 会是一个很适合我的学校。那为什么要经济系呢？首先就是因为我在我的 essay 里面也有特别讲到说我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性跟感性兼具的人嘛，所以经济就是有点像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人文的议题，而且经济相对来说发展的面向可以很广，我可以在大学探索之后了解到我自己是想要 either 走学术啊还是商业金融，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那我认为我在申请的过程之所以能够跟其他申请者比较不同的点，就是首先我认为我的 essay 是蛮特殊的，像是比如说 U Chicago 它每年不是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题目，我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今年写的就是什么东西可以除以零嘛，然后我写的
主题应该是不会有人写跟我一样的，就是我是写结合了书法跟道家哲学，我就整个 essay 基本上就是在讲说我们没有东西可以除以零，但是我们要去做的是接受这个东西是未被定义的，然后我就结合了我自己的书跟书法还有一些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些经验去融合在这个 essay 里面，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应该是不会有第二个人是有一样的想法的。然后再来我也有放了我的艺术的一些作品集，就是能够让我的整个profile 更连贯。然后我因为 U Chicago 它没有面试，它是做一个2分钟的自我介绍的影片，那我的自我介绍影片我就是拍我去夜市然后走然后去吃各个食物，然后我就说那些食物是怎么样，因为有一个谚语是这样 You are what you eat 嘛，然后我就讲说哪个食物有什么样的特性，然后我很喜欢吃，但是我个性上也跟那个食物很相似，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蛮有趣的影片。所以我其实觉得我在做这些不管是 essay 还是 video 的过程中其实我也是很享受的。那我的portfolio 里面首先我就有放了我们校刊，我里面帮校刊内页做了一些设计，然后我有稍微带到我们校刊讲了很多社会议题。然后再来我有放，因为我的essay 里面有说我做很多摄影嘛，然后我就放了我之前去芝加哥的时候拍的一些street photography。然后当然最后我放了一些其他的艺术作品，然后当然也是结合我的 essay 让整个形象更鲜明，然后我就放了一些我的书法作品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艺术的东西。最后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建议就是时间管理很重要，然后不过在同时间要注意你要一直做你喜欢的事情，然后去享受这整个过程，这样就会有最好的结果。谢谢大家。谢谢 Sonia present 你申请到芝加哥大学的 process。One thing I'm very curious about 就是好奇，刚才你有在里面提到所谓的 liberal arts colleges， right？ 那可能国际学生们大家比较不认识liberal arts 的这个 philosophy 以及 liberal arts colleges。可以问当时你为什么会希望申请一个 liberal arts philosophy 的学校？然后甚至有投就是给一些 liberal arts colleges 吗？其实 liberal arts 它的宗旨就是把你培养成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它会。他很强调的就是说你要去各个东西你都要有一些基础的知识，然后培养你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然后他同时也是为了你可能接下来 further 的 不管是哪一个面向的学习都可以更加的有一些底子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你要申请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你要先了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 liberal arts college 通常就是小小的嘛，然后我自己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有一个很紧密的一个 community 的那个感觉，所以我才会想要走 liberal arts。 那再来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对我的未来的方向还不是很清楚，那 liberal arts college 它就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它因为每个东西都会让你有接触，所以它可以让我去更有机会去探索我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谢谢。对，然后 Ansonia 在申请美国大学的同时，你有准备台湾的学测，就是台湾的高中考试。那可以给我们一些 advice， 就是怎么样可以做好时间管理，把美国大学的申请兼顾好，然后也把台湾考试的内容兼顾好呢？我自己的策略就是，你上课的时候都专心听，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其实你就不用特别再去读，因为我是比较幸运，我的。考试的技术还不错，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上课的时候都把它听进去，那回家就不用再特别复习，除非是在大考前的时候，是再去把它统整起来。但其实基本上你上课的时候有专心，也不用再特别花太多的心力去准备。
Great. Well, thank you. 谢谢 Sonia 分享你的一些 advice 跟申请的经验。那听完三位就是 local 学生来自台湾的公立私立高中之后，我们接下来的讲者是来自台湾的双语学校，是维格高中的 Alex。大家好，我是 Alex， 然后今天我要来分享我是怎么进到 UMass 去，然后我给我的这个分享下了一个标题，就是 M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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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ey of college application。为什么这个会是一个空格呢？我们可以先继续听，然后到时候最后就会知道了。所以我来自维格高中，如同我刚才讲的，然后我进到 UMass， 我会读的科系是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还有 World Politics， 所以会接触到很多有关于政治还有外交的事物。这些是有关于我的一些背景啊，我在美国出生，所以我有双重国籍，美国跟台湾的双重国籍。我从小就开始接触到很多政治啊外交相关的场合。下面的两张照片都是我之前参加各个不同的造势晚会，政治候选人的造势晚会所穿的。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总统大选前，因为学校夜自习，但我很想去，为了想去就跟老师吵架，虽然最后没有去成，但我还是在夜自习的时候偷偷看那个造势晚会的转播。然后有关于我的父母啊，我的爸爸是一位律师，我妈是一位会计师。我想特别提到我爸爸，因为我觉得因为爸爸的职业让他从小就跟我讨论很多政治啊法律相关的东西，我们也常常在这种讨论中激烈出非常多的火花，所以也这样子让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开始对这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兴趣。这边是有关于我的一些基本的学业上面的资料，我的 SAT 考了1490分，我的 GPA 考了，我的 GPA 不是考了，我的 GPA 是 3.82， 而且还是经过 weighted 的 GPA， 所以其实从这个数据来看，可能大家可以发现，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最最最顶尖的这个学生，其实我大概就是比平均再好一点，大概是在这个类别的一个学生。我的课外活动其实触及了各个层面，等一下会跟大家一一的介绍，但是很大的一部分是有关于国际关系，然后很多担任领导的位置。所以接下来我要讲说有关于高中跟大学。我们先讲我们先来讲我的高中对不对，我们先来讲这个为什么会想要出国。其实为什么想出国，这牵涉到很多不同的原因。其实第一个就是因为美国真的是可以说是高等教育很有名的一个国家，在美国有非常多，好像上千间大学，所以真的有非常多的学校可以选择。不像在台湾，可能在台湾我们所认为好的学校可能就是那三间那五间，然后我们进去了以后虽然它可能好，但是它不一定适合你。但是我觉得因为在美国有非常多的学校可以选，其实不只可以选好的学校，也可以真的选适合你的学校，两个都可以兼具。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可以真的可以选到一个最适合我，然后适合我未来四年当家的一个学校。然后因为美国来自很多国际学生，不同种族的人在美国读大学也是非常多元的，然后也课程也非常的有弹性。接下来想讲一下有关于我的高中高中我读的是维格中学。然后大家可能都很明白维格，可能都听过维格。维格最有名的就是他非常重视他的这个升学率，然后在维格学业压力其实不小，然后每次等到这个不管是国内国外大学放榜的时候，维格都会大做文章，做这个像右边的这个图片，就是你看大家拍一个合照。然后这边跟大家偷偷讲一个秘密，就是虽然说维格说100%录取全球全美排名top 50的国际名校，这个的真实性其实是有待商讨的小秘密，就不要跟大家讲，那没关系。所以他非常重视这个升学率，然后除了升学率以外，他也是一个还蛮传统也蛮保守的一个学校。就虽然说我们是在维格的国际部，但是其实还是我们还是要遵守很多像一般
可能公立高中的规定，甚至规定都比公立高中台湾的公立高中还要严。就像我们有法禁啊，我们有服役检查啊，我们不可以谈恋爱啊，什么都不可以。所以这个，但是其实在这个方面还是有一些好的影响。就像他非常在意这种儒学啊，中国的教育，所以就算我们在国际班，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中文课程学校设计给我们的。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跟这样一样的照片，就是我们关于放榜的时候。所以我们接下来想要深入的来讲一下，就是我觉得维格好跟不好的地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维格他们提供了很多SAT 的准备啊，甚至也给学生很多这个 counselors 啊，还有很多帮你修改 essay 的人。所以理论上来讲，按照学校说法，其实你只要花时间在学校准备好这些就好了，在离开学校后不需要特别花钱花时间来补 SAT 啊，请 counselors 啊，所以这个大概是维格的一个好的地方。然后在维格他也给你很多时间在学校可以给你时间来申请大学，特别是在senior year 12年级的时候，每一天至少大概都有一节到两节课的这个时间空堂是你可以用来写你的 essay 啊，或者你要用 Common App 其他东西都可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维格其实算是小的一个学校，我指的小是说它国际部的这个人数，我们一届只有40个人，之后几届开始人比较多，但大概也都大概60个人左右。所以跟其他像美国学校啊、康桥比起来，其实我们因为只有40个人，每一个人其实资源的分配就是都可以相对起来比较多，老师也可以更认识你，然后也相较之下没有那么的竞争力，没有那么的大。接下来就是讲一些维格的 cons 啊，我觉得个人认为我觉得这个维格的这个前面提到的 pros 就是那个 SAT prep 啊、counselor 还有 essay editors， 他们的品质呢就比较需要有一点，就是可能不是那么的完善，也毕竟可能一个人要对40几个人，但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光靠维格其实没有办法，还是要可能多找一些可能其他的帮助，像我就找了 Panel， 然后维格也并没有很多的 AP 课程，我们在维格只有5科 AP 课程，相较于其他的国际学校其实是非常少的，但我知道的是，从这一届开始也越来越多。维格开了越来越多新的 AP 课程，接下来就是很多这个非常在维格的那个时程表是非常的有压力的，我们七点半上学，然后要上到晚上九点，然后刚才好像听到前面的人分享说他们六点到九点好像是夜自习，但是在我们学校呢，六点到九点不一定是夜自习哦，在我们学校六点到九点有一些有修 AP 的人要用六点到九点的时候来上他的 AP 课程，所以他等到九点回家以后才可以开始写功课啊，然后更不要提课外活动了，就是说连功课都顾不好，其实课外活动已经被排到很蛮后面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在维格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在维格我们每天都在比说昨天睡了几个小时啊，然后昨天什么时候你昨天几点起来那个写功课啊，所以其实是还蛮累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在维格特别是我刚才提到说维格是一个非常注重升学率的一个学校，我觉得在这个学校对我个人来讲，我体验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维格它其实我觉得不同程度的学生，成绩不同的学生，他其实他的阶级非常明显，其实我可以感受很深，因为我个人不是最顶尖的那一批学生，所以其实很多的资源都这样眼眼看着，就是资源都流到这个最厉害的那一群学生里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常常就是会觉得说哇，真的就自己有一种可能被稍微遗弃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我还有希望吗，就感觉可能说就开始情绪就整个很低落，你知道，所以我觉得当时可能就是大概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当真的要开始认真申请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自己到底会不会不足，然后到底有哪些地方更好，会不会自己就没有那么的有竞争力了，所以这个是当时我遇到很大的一个困境。但是其实我也很开心，就是因为当时遇到这个困境，在维格遇到这个困境，所以我开始想办法提升我自己的很多能力，我觉得我开始觉得说当我没有资源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要自己
看有什么资源是可以到我这边来的。所以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开始做了很多这个 extracurricular， 其实也不一定是去年开始，很多是累积到了去年这个时候就有一股冲动就把它都凸显出来。第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个人是在有参加模拟联合国社，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当时很多的这个会议都被取消了，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取消。当时其实大家都很难过，你看期待那么久的会议一夕之间因为疫情的关系都直接取消掉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哇，当时你看有 Zoom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线上的，所以我们就成功的把去年的会议改成一个线上的模拟联合国会议。这个算是当时台湾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线上的会议。然后第二个我创了一个这个学生的组织，它叫做 Addis Taiwan， 它是由各个不同的国际学校的学生所组成。然后我当时就邀请了很多我在其他学校的这个朋友一起来看看说在其他学校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 IG 啊，我们有做一个 takeover， 然后右边是我们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去这个有一个 hangout， 我们一起去打保龄球。然后如果在座这个有没有十年级十一年级的学生，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跟我讲，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成员大概都要毕业了，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办我们还是留下一个很大的问号。然后 OK， 对，这就是 Addis Taiwan。 然后接下来我想要来讲说为什么我会选这个 UMichigan。 这个是 UMichigan 的这个logo 长这样，很多人说它是麦当劳学校，因为中间有一个黄色的 M。 所以是有关于一些基本的 UMichigan 的一些东西它在一些数据好了，就是说它在 US 大学的排名是第24名，然后其实它在美国其实算是一个还可以还算有名气的学校。他出过一位美国总统，其他这个法商啊甚至影界的人很多也都毕业于这所学校。另外因为他是一所这个公立的州立大学，所以他其实非常的多元化，学生大概有四万五万人左右。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来自很多不同国际学生，各个种族的学生其实就跟很多像跟UC Berkeley 一样，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学校。所以其实可以坦白的讲，就是说我会到这个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会被录取，其实对我来讲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惊喜。就是刚才也跟大家讲说我这个成绩并不是最顶尖的，然后其实当时很多比 UMich 还要可能排名更后面的学校我都被拒绝了。那我其实后来仔细想想，就是说我到底为什么哪一点会被这个学校看上。其实我觉得我要来提到我的这个 supplemental essay， 这个当时 UMich 他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 community， 然后他叫你选一个 community， 你来自的 community， 然后你在里面的角色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写了我写的东西就是关于international school 还有这个 local school。 我写说我是这两个 community 里面我是一个把两个 community 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人。然后让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开始追踪 Addis Taiwan， 谢谢你们。但没关系，我就说我是一个这两个 communities， I come from a community mix of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school， 然后我就说这是一个 community that I proudly call home。 然后我就开始讲说我在如何不管是从创造 Addis Taiwan， 不管是我在摩联，其实我认识了很多 international school 的人，也认识了很多 local school 的人，然后我如何让这两个不同 community 的人开始更认识大家，认识彼此的不一样。所以其实到最后一段呢，我就说在 UMich 我也会做差不多的事情，我会开始找寻不同有可能有趣的这个 community， 然后我怎么样把不同的 community 再融合在一起，再创造更多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所以其实我仔细的想就说好，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赢在这个 community essay 里面，就是当其他地方都没那么出色的时候。所以 essay 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从这我们可以学到说我们做课外活动其实不只是就是把这个 common app 的表格填完而已，我们也可以开始认真思考说
在我们的课外活动里面，我们有哪些重要的价值是可以放在我们的 supplemental essay 里面，然后就把它包含进去，可以为你的申请增加很多的这个好的条件。所以接下来我要给一些我的这个 advice， 然后我们从第一个，我的 advice 就是要早点开始准备。我记得去年我大概当去年大概是这个时候，可能比这个时候可能四月五月那个时候，我开始真正了解到申请大学流程，包含开始创了一个这个 Common App 的账号，然后开始想这些 Common App 的题目，开始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其实我开始非常的慌，我就觉得说哇，我们就举这个 Common App 的这个 Activity List 好了，就说我现在说哦，只能填十个这个 Activity， 然后每一个 Activity 你只能用150个character 而不是字，而是 character 来描述，就是你做了哪些事情。其实这个时候我其实就开始有一点心里很多不同的声音，就说哇，你看我曾经花了好多个小时做了这个 activity， 但是因为它只能选十个，所以我可能要把这个放弃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东西就觉得说我好像花了很多时间在一些可以根本不用花的事情上面，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早一点就开始了解这个流程，知道要准备什么东西，我觉得可以为大家节省很多不必要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开始提早准备。但是我觉得我刚才提到很多活动的东西，我觉得也不要说我们看到了只有十个，所以你就真的给自己列一个十个你要做的东西，其他什么都不做，我觉得这样子也很浪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高中也很重要的能力也是要发展很多你自己的不同的能力。其实不要做每一件事情只是说只会出现在我的这个履历上面就做，它不会出现就不要做。我就举我来说好了，这四张照片是我觉得可以最能够代表四个不同的我。从左边是刚才提到的在模拟联合国，我在高中三年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参加不同模拟联合国的会议，然后也得到了非常多的奖。然后在中间上面是我在高中话剧的时候我有演戏，然后中间下面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唱歌，然后这个是在圣诞节学校的表演的时候我上台唱歌的照片，然后最右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兴趣但没时间一定会做的，就是煮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四个可以都算是还蛮不同面向的一些兴趣啊，或者是专长。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开始寻找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当大家可能搜索到很多个自己不同面向的时候，就可以把一些在你的 application 呈现很多不同的自己。所以就算你发觉有很多有一些可能不太适合放在 application 里面，但它并不代表就没有用的东西，它可能另外一面它帮你创造了很多不同的门，可能你当成了你的兴趣可以抒发压力，或者是它让你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创造更多的不同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像我这一种人，可能在读书在学业上面我的表现并不是最顶尖的，我觉得可以开始更尤其要找到自己很多不同面向，看自己怎么定位自己。但我觉得这也不是代表说你就可以开始放弃你的 GPA 然后就开始着重在 extracurricular， 不是这样子，就是要还是要很还是要保持都要保持住就对了。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然后下一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就是要 be unique， 好不好？就是不管是在你的 essay 上面或是你的 extracurricular 上面都要想说可以自己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就举这个我创的这个 student association， 还有当时的这个线上的模联会议，其实都是非常创新的东西，所以想办法在大家面前stand out。然后最后不对对不起还没就是有一个没有在上面这先上页，不好意思，先上页，谢谢。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没有在上面，就是要相信这个 panel education。 对，就是他们会给你最棒的这个指教，对不对？就是相信你的 counselor， 然后他讲什么话要听这个 essay 好好写。对，然后在进到下一页之前，就是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下一页呢是我的这个当时录取这个 UMich 的这个 reaction video。 然后这个影片我还没有公开亮相过，但是我觉得我可以
先给大家看看，就是说当时我的情绪到底是怎么样，就代表我前面讲的真的没有在骗人。我能够被 U Michigan 录取，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惊喜。然后下面就是一个 reaction video，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声音可能要开一下。等一下，这样 OK。Sorry, did the audio work? I didn't, but I think it's fine. That's good. We will include a YouTube link at the end. Okay. Yeah, 所以刚才就是那个影片，所以当时我看的时候真的没有任何之后会给其他人看的这个打算。所以才会投放那么乱，但是我希望，这个影片就跟大家讲说，就是其实，可能现在很多人就跟我去年的这个时候一样，就是对于未来非常的惶恐，特别是开始要写 essay， 开始要申请大学，开始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什么 rejection letter 或是你被录取的 letter， 但是，你们现在可能很非常的 panic， 然后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只要开始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开始好好的努力，特别是在最后这半年好好的开始做你的申请的这些 process， 有一天你也可以跟这个影片里面的我一样，就是开始面对到被这个一个非常你可能你的 dream school 录取，你一样可以，有一天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给我的这个标题前面给了一个空格，就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journey。然后我觉得经过了这个半年来的，不止半年，已经太一年了，一年来的这个 college application， 我觉得，心里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感受，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他的感受也都不一样，所以你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到，可能已经正在进入到这个 process， 就相信你们，过了一年以后，当你们开始知道你们要去大学，知道结果了以后，你们也可以开始为你们自己的 college application 的 journey 给一个最符合你们自己的这个形容词在里面。谢谢大家，然后这边是我的联络方式，有问题都可以来问我，谢谢。Yeah, 谢谢 Alex. Follow 他的 Instagram, 也 follow Adis 的 Instagram. 对 yeah. 谢谢 yeah. So Alex, you mentioned that 在申请的过程中，其实有一段是蛮没有自信的 ，right？ 但是其实，在申请结果，你除了密西根大学之外，还有被录取 Georgia Tech、GWU 等等的，就是 top schools。那首先想问的就是，第一，为什么会在大学名单上面出现 Georgia Tech 这样的 tech school， 以及很多在 DC 的学校呢？我先回答 Georgia Tech 好了，就是，它是 tech 嘛，所以它一定是以这些什么，科技啊科学类的东西闻名，所以我当时是申请 Georgia Tech 的这个也是它的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然后，当时其实就觉得说，换一个角，当时申请的时候就没有抱着一个太认真的心情，但是当时的想法是说，申请 Georgia Tech 啊，可以用这个科技啊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发展啊，觉得这是21世纪新世代的新潮流，所以就觉得说，可以啊，如果录取的话我会很开心，但是我也没有想到会录取，就是可是没想到就真的录取了。所以可是后来，等到 Georgia Tech 以后，其实后来就多了很多其他选择嘛，就觉得说多方考量下还是 Siri 出来了，等一下
选择了以后还是选择这个 UMich， 然后当时我说多了很多选择，我当时也申请了很多刚才 Peggy 提到的在 DC 的学校。那当然DC 就是美国的首都嘛，它有非常多的政府机关，甚至很多国家所有国家的大使馆，所有跟美国有邦交的国家的大使馆都在 DC，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氛围下学这个政治啊，学外交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个非常棒的一个角色， 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所以在 DC 申请了两个学校，一个是 Georgetown， 一个是George Washington， 然后 Georgetown 很遗憾的没有被录取，然后所以其实当时最后其实算是 George Washington 跟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跟 UMich 两个人在两个学校在考虑，然后最后就是觉得说还是在 UMich 好了，所以说其实在 UMich 有很多不同的可能可以探索，然后觉得在这么多元这么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学科的地方可以找到很多自己的热情，然后为未来的这个生涯可能更有规划这样子。嗯， yeah， and Alex 你其实很优秀，你父母都录取这么好的大学，你还拿到了几十万美金的奖学金。那在申请奖学金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特别需要准备的，或者是如果以未来想要申请 financial aid 或者 scholarship 的学弟妹们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所以奖学金就是其实有一些学校申请奖学金非常的简单，就你只要在交 Common App 的时候勾一个说你希望也被考虑到就是奖学金的评估，就勾一下，然后到时候可能你录取的时候他就会一起寄一些在你的录取信下面，就跟你说你拿到多少多少多少的奖学金，这是简单的方式。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学校比较难一点，他是在你录取了以后他才跟你说你可以来申请奖学金哦，然后这个时候申请奖学金你可能就要他就要给你很多额外的这个 essay question， 比那个 supplemental essay 还要难写，然后就更多。所以这个学校我觉得这种学校通常是可能比较 competitive 的学校才会有这种方式，就像 UMich 当时就是我录取了以后他才跟我讲说你现在可以申请奖学金，我就开始写了非常非常多的 essay 然后交出去。所以我觉得要给建议的话就是说如果要申请奖学金的话第一个如果 Common App 看到可以勾奖学金的地方一定要勾，然后再来如果有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就被录取以后开始要开始展现你的企图心，开始要更了解这个学生，更加了解自己，然后开始写一些好的 essay， 然后这是我会给的建议。 OK great， 谢谢 Alex 分享你的申请经验。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 presenter 他是来自台北美国学校的Ethan， 那 Ethan 的部分他会以英文 present， 然后最后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是一样中英文留言，然后我们也会做个中文的总结。 Yeah， Ethan take the floor。 Apologies for my lack of Chinese ability. I have to present this in English. But nice to meet you everyone.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my journey in applying to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y name is Ethan Don, and I am a recent graduate of Taipei American School in Tianmo. And first, some of the assistances and resources from schools that I received from TAS is an assigned college counselor. Each student is assigned a college counselor that's responsible for about 40 of the students. And students meet occasionally with their college counselors to discuss essay ideas, college lists, and also which teachers to ask college recommendations from. I had to be pretty proactive with meeting times as the college counselor is responsible for a lot of other students. And I had to keep on meeting with my counselor, as well as send her all my supplemental essays and common application essays. So panel asked me to kind of discuss how I balance grades and standardized tests and all those stuff. I believe grad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ome schools may make standardized tests optional, such as Caltech and Stanford. So standardized tests may not be as important as it used to be. And I believe that
I finished my standardized test in the winter of 11th, the winter of 11th grade, started prepping the summer of 10th grade, and it's best to finish standardized tests early. So you don't worry about standardized tests when you're also, when college applications and supplemental essays are piling on top of your 12th grade workload. And yeah, it would be pretty beneficial for you if you manage your time well and finish standardized tests early. But more on grades is really, there's no kind of trick to it. You have to pay attention in class. Sometimes I look around in the class and I see people scrolling through Facebook, Instagram, or using their phones. Occasionally I'm one of those people, which is not good. But be proactive, find teachers for help. Instead of going outside and finding tutors, teachers are your best tutors because they're the ones that are actually giving you the tests and the grades. But one tip that I would really recommend to students, not just in international schools, but any students taking AP tests, is buy the Barron's books for AP. That helps you carry over like what you've learned throughout the whole year, but also what they've prepared for you. They've looked through so many AP tests and they've prepared Barron's books. So also to achieve high scores in AP tests, I do recommend looking through and reading through AP Barron's books. They sell a lot of books. I'm not sponsored. Let's continue. So why Caltech? Caltech is a relatively small school, and I believe it's not well known in Taiwan, but as far as I know, it's pretty well known in the US. It's located in Pasadena, and it's regarded highly as a STEM institute. So math, science, a lot of research in the US. And one reason why I chose Caltech is because of its strong focus on STEM subjects. My friend who got into Columbia told me that his classes, three of them are humanities, and one of them, which is actually his major, only one of them is STEM. And I kind of feel sorry for him because, like me, he's a STEM major, which is why Caltech is one of my top choices because of his focus on STEM subjects. Out of five of the classes that I'm required per year, four of them are STEM. There's math, there's chem/bio, there's physics, CS because of my major, computer science, and a humanities class. And another reason why I chose Caltech is because of the STEM classes. I've actually taken a look at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math classes, and they dig really deep into the theory behind seemingly fundamental concept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And that's also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chose Caltech. But also Caltech/MIT were, sadly, I didn't get into MIT, but Caltech/MIT is probably, I'd say, a dream, both dream schools for people in who want to major in STEM subjects. And I'm really grateful that I've been given a chance at Caltech. So why computer science though? Computer science, I actually did not discover until high school. I started competitive programming because I was worried about not performing well in APCS class. And actually I went beyond what I learned in APCS and actually discovered a lot more about computer science. And TAS, some classes offered in TAS have allowed me to take almost college level classes on stuff like machine learning I've also learned a bit about quantum computing, which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but it kind of helped me learn and discover my interest in computer science. Also because computer science has a lot of applications. There's applications in finance, financial technology. There's also lik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So
studying computer science, I would have a lot of options in the future. That's why I chose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Onto my common application essay, here's an excerpt on my common application. And on my common application, I focused on common applications usually allow a student to kind of show indirectly, not state, but indirectly show a part of themselves that they would want the college to know. And don't think I need to read it out, but let me go on to the next slide. Common application essays give students a chance to display a trait or quality, mainly through a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or a moment in life that has helped them grow as a person. And in my case, I try and display what I want to show the college, or which is my academic curiosity, from Wikipedia, which is, I would say, it's a pretty unique idea. I haven't heard people try and connect themselves with Wikipedia, but that's the direction that I went through. And usually when writing common applications, students try to display one of their traits through a unique, like in my case, it's a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kind of, but that's kind of the direction you want to go through when you're writing your common application essay. And onto my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o my first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that I believ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 my the computer science team and my the stuff that I've done in my school's computer science team, which is also called American Computer Science League, which is the competition that we attend. But computer science team is a club in my school that focuses on kind of furthering CS knowledge for the TS community, which also prepares for competitive programming competitions, such as the ACSL competition. And as the president for 2 years of the club, I mainly teach underclassmen computer science and just strategies that they can use when solving these programming problems. And thi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shows my continued interest in computer science, as well as an aspect of community service as I'm teaching my community computer science. And I believe for Caltech,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f not the most important, in my application. And the othe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that I think is very important in my application is swimming. Swimming is a sport that I've been doing for almost 11 years now. And starting high school, I've participated and won like a few medals at Shizhuangyuan and Quanzhouyuan competitions. And I'm also a 2-year varsity swimming captain in my school's varsity team. And thi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shows my capability of time management to balance academics and sports, as well as perseverance, as I've been continuing this sport for a long time, and leadership qualities because of my leadership as a team captain in the TS varsity swimming team. Lastly, one of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 wanted to talk about is learning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actually this, I did not believe was a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I could write on my college application, but rather it was a hobby that started as a way to kill time. I learned Spanish at school, but also kind of learned through a couple of soap operas, just outside of class and inside class, and self-learned Japanese, both to around AP level. I'd say a bit higher than AP for Japanese, but both of these extracurricula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hows academic curiosity, which is a huge part of my application to Caltech. And some advice to the future applicants for those applying to UC schools, whether it be one of the 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chools, I think above all, grades will matter the most, becau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eceives more than like upwards of 100,000 applications per year. And unlike schools such as or just like other universities that you apply to, there's a lot more applications for them to go through. And one criteria they'll look for in the beginning is whether your GPA is good or not. And a low GPA, no matter how good you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will be, will be a determining factor and might ruin your chances to get into USC schools. So do pay attention in class. Don't goof off in class. Especially UCLA and UC Berkeley, which are very prestigious UC schools, they would stress GPA probably more than the others. And most students at my school, most students at my school who got into UCLA had a relatively high GPA, or around greater than 4.3 out of 4.8. That's just a scale we could think of. And for all students applying to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ltech is extremely selective, this is to be frank, with an average admission rate of 6%. And this year I was told it's around 3.8%. To this day, I still don't know how I got in, because Caltech is kind of a dream. I remember one time I went to visit Caltech, and after the whole like visit campus, I had a brochure. My dad took the brochure and threw it away and said, don't even think about the school. So to this day, I still don't know how I got in, and I'm really grateful. But with the reappearance of standardized tests after 2022, SAT and ACT, I believe, for Caltech will still be an important determining factor, because one thing that Caltech displays to the public is the SAT and ACT average, which is quite high, 1560 SAT and 36 ACT. But showcase a unique part of you, whether it be your personality or a skill that you want the college to see, that an admission officer would be impressed. Look at your own application and picture yourself as an admission officer. Would you accept this kind of student out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other applications, whether your application will stand out? And in my case, I received an email from my admission officer, and basically the reason why she actually accepted me was she saw my academic curiosity, which is the one thing that I tried to display the most in my application, which, so I'd call that a success. And thank you, that's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Are there any questions for me? Thank you, Ethan, for presenting. I'm sure there are a lot of questions for you, actually. Being admitted to Caltech is no easy feat, but really quickly, we're going to summarize your slides in Chinese, and the audience might also have to excuse my Chinese, it's not super great either, but 简单的就是 总结一下 Ethan 的 他的 slides 的部分，那首先他要提到就是台北美国学校比起台湾其他的高中有一些什么比较独特的资源，那里面包括就是 有 每个学生都 assign 的 学校的顾问， 以及 会跟顾问开会去讨论他们的 作文的题目以及 学校列表。 名单，那接下来就是他要谈到 他成绩的重要性，那当然想必大家也了解 能申请进 Caltech 以及其他的美国顶尖大学 成绩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希望 同学们在上课的时候要专心听课，不要滑手机。 那在上课跟兼顾 GPA 还有 SAT 成绩的
时候 GPA 是会比较比较 important 是比较重要的。那在申请 Caltech 的过程中，不管是透过 Ethan 的课外活动，或者是他的大学作文，他主要想要强调，想要 highlight 就是他的academic curiosity， 就是学术的好奇心。那在这一点，通过他学不同的语言 ，be computer science， 以及去围绕着 Wikipedia 写一个 essay。他都就是有展现出这个 academic curiosity 的部分，那最后欢迎就是大家来提问一下，我们接下来会有个 open Q&A， 就是不只是给 Ethan 的question， 也有给今天讲者所有五位讲者各位的 questions， 或者是给我们 panel 这边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提问。那其实我们在过程中已经接到了蛮多问题哈，那这边我们也会代替大家去问一下我们今天的 speakers。So the first question is a question that is directed to Ryan. Ryan and Elvis, actually both of you guys could probably answer this question. And they ask, 申请进 Berkeley, 录取 Berkeley 的关键因素你们觉得是什么？If you were to list like one reason, just one reason. 好，reason. 那我先吗？好，你先。那我觉得我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就是奥林匹亚经验嘛，因为就是奥林匹亚可以很就是很量化的方式去说，那就是我物理应该算是在台湾的学生里面，或者到世界学生里面算是还不错的那。我觉得这应该是主要的因素，让我可以进 UC Berkeley 这样。我觉得其实 UC Berkeley 很在乎这些你的 research skill， 就比较硬性的这种 GPA stat 之类。那我其实还有做一个 research internship， 做一个化学专题，它是做一个叫做 MOF 的材料。然后刚好我申请到了 Northwestern 和 Berkeley， 这 MOF 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然后他们也是因为这个 topic， 他们 学校化学院的这些 faculty 才得到诺贝尔奖，所以可能选这些 research 也是蛮重要的吧。Great. Actually, I'll ask this question to everybody. Sonia, Alex, and Ethan, 你们觉得录取就是你们的大学最大的 reason，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Let's start with Sonia.OK， 所以我觉得录取我最大的原因应该是我的整个 profile 都是蛮特别的吧，因为你要想想看，他们看了就是几千个那个申请的文件，他们你要怎么让他们记住，就是有抓住他们眼球的东西，像是我刚刚也有提到说我的 essay 啊，然后还有一些课外活动都是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组合，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猜了可能是我录取比较大的原因。我觉得也有点像我刚才讲的，你要展现出你独特的地方，然后我觉得也很重要的是可以让大学看得出你在努力的过程也很重要，就像很多东西其实是你可以跳脱你的舒适圈去做的事情，可能就像try 看这个不同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把那个 process 不管是可能失败跌倒然后或者是再站起来的这些经历，可能写在你的 essay 里面或其他表现的方式让大学看到，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加分的东西。And Ethan？ 我是在那 admissions officer， 那 Caltech 的 admissions officer 跟我讲说，他是看到我在我的申请书里面看到我的好奇心，我的 academic curiosity， 他觉得那个很特别，所以他才申请，他才让我进那学校。Great. Next we have a question for the first three speakers. 就是在台湾 local 学校就读的你们是如何加强你们的英文程度，然后顾高 GPA 以及有多元化的活动。Ryan, do you want to start?
哦，好，好，那说真的，就是我英文能力是真的分的不好。不过我觉得啊，我自己的状况是，就是我会把，就比如说像，因为毕竟我喜欢物理嘛，所以我就会读很多物理的原文书。那我觉得这原文书这部分就会让在就学术阅读能力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托福可能就可以就比较轻松过关。可是对 SAT，因为可能我是去年7月才开始准备 SAT，然后从8月就跑去考，然后这就考非常烂，所以这个问题问我不太好啊。对，Elvis, do you want to answer that or Sonia? 我先吗？好，我其实觉得背单字还蛮重要，因为我作为一个身为 local school 的学生，英文能力也不是很好，就是我觉得单字就是硬伤啊，你能多背就多背，因为你那些技巧。不会，技巧会，单字看不懂，还是无法做题目。I see. And Sonia, you had a very personal story, right? 在学英文的过程中，not only 你有去在就是一个教育科技平台的做实习，你去这个公司去上班也是因为有一个就是把英文的教育 English education 分享给其他台湾同学的一个梦想，right? Do you mind sharing more about that experience, please? 啊，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是蛮幸运的，因为从小就有很多接触英文学习的机会，所以一直以来英文程度都还算可以吧。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就是在地的学生，他们就没有什么机会去见到，比如说像是口说啊，或是各个其他的部分，就是接触的平台比较少。所以那个时候我在 Word Up 就是希望能够结合一些不同的东西，然后让更多人有更能够去接触到英文，就是让英文有点融入在生活中的感觉。那就我自己而言，我学英文的方式的话，就是用英文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嘛。像是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一天就看很多的 YouTube 影片，然后其实你自然而然你看到你不会的东西，你去查，然后你听了很多次之后，你逐渐就会去吸收了。所以重点就是用英文当做是一个工具去做你喜欢的东西就可以。我觉得更有效率，也更有，对，更有办法去记住它。Following up on that question, Sonia，在观众有人问你，就是在那么多精彩的活动里面，有什么活动是最跟 econ 跟 business 相关的呢？首先就是刚刚我们说的，Word Up 嘛，因为那个实习经验，我们同时也会去分析一些后台的数据啊，然后看出。观众是喜欢什么样的 content，然后再去根据那个做调整。那再来跟 econ 有关的哦，我有上一些线上课程，像是 Coursera 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主要 showcase 我在 econ business 上面，除了我 internship 之外，可能主要就是我有考 AP 吧，因为我觉得其实他大学不见得是要。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走向，它不见得是要看你说一个能力你很专业，但是它要看你有那个学习东西的潜力跟你的个人的特质。所以在专业能力方面，你当然也可以走那种，就是你就一个东西真的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你也可以去选择说去展现你整个人的特质是什么，让他们看到你的潜力。I see。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 AP。那这一部分，Ethan，why don't you take this question? So, somebody asked, how many APs did you take? And also, any advice for self-studying AP Japanese? Okay, so I took AP CS, AP Chem, which that's two, that's one each, ninth grade, 10th grade. And then 11th grade, I think I took six. Should I list them out? I don't quite remember. AP Stats, AP Calculus BC, AP US History, the two physics C, so mechanics and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And then I took AP Spanish in 11th grade. And then in 12th grade, I took four. So this year I took four. I took five tests because economics counts as macro and micro. But apart from AP Econ, I did environmental science, Japanese, and
must be insignificant enough for me to not remember. English language and composition. Whoops. So I took 12 in total and took 14. No, my math is not working. I took 11 classes in total and took 13 tests in total. So on record, it should show as 13 tests, but total number of classes is 11. And regarding the language question, mainly, so I actually have a pretty funny story on how I learned. So I'm someone who cannot focus well, and often half the time I'm doing homework, I'm actually not doing homework. But my mom just comes and occasionally checks up on what I do. So the strategy I'd adopted is when I'm listening to either news reports, I try to listen to music, or like I sometimes watch animations, or just anything, try to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language. But what the strategy I adopted is actually to listen in conversations while I'm doing homework, kind of immerse myself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And actually, I can't really explain, but after half a year, I kind of started to pick up basic conversations and just go from there. That's actually how I learned. And from experience from learning Spanish, you have to have motivation. If you, like, the reason I stopped at AP Spanish language, not literature, is because I have no motivation to learn literature, nor do I. Mainly, learning languages require motivation and just lots of immersion in the language. Yeah, thank you for sharing. I actually have a lot to add to this. 今天应该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的背景。我本身在大学是修语言学以及法文，然后我复修日文跟英欧外语，所以我自己很喜欢学语言。我精通五门外语以及我 proficient 在七个语言。那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也有就是学日文的一段经验。那在学不管其实是学什么语言，日文也好，法文也好，西班牙文也好，希望大家可以勇于去用它。可能很多亚洲的学生对就是讲一个不同的 language 有一点恐惧 ，right？ 但其实如果你不去用它，不去练习，不去多听的话，是很难可以进步的。那在台湾其实有很多蛮好的资源，在诚品或者是各个书店都可以找到日本小学生的 textbook。And that is one way I started learning Japanese, 就是看不同的日本的学校的 textbook 开始，因为在他们的书都是用日文去解释日文的 concept, 所以这样子不管是背文法或者是以后就是去用它都可以比较顺 ，right? Cool. So going on to the next question, Alex, let's have you take this question. This question asks, how should we present our personality in the personal statement? And you have a lot of personality. Yeah. 所以personal statement,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 essay. 然后我的 personal statement, 我是写有关于我是从我煮东西这个兴趣开始，然后延伸出很多我的一些体悟，所以问题就怎么 present 嘛？我觉得就是就像是说我煮东西，然后我好像我有点忘记，但是是讲说我在模仿一道很我很喜欢一道菜，然后一直模仿，然后最后我就发现说我就连接到煮饭以外的东西，就说在学校可能或者在生活上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自己而不是模仿，就说当我开始做到一道不模仿一道菜，我开始研究自己的这个食谱，然后发现说它其实是我的食谱才是就是你知道最特别最好吃的那个，就觉得说一样的这个态度，我们应该也要来面对人生，面对学习。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故事，然后叫 analogy 的这种方式，把它透过这个来讲这个东西。我是用这种方式了。嗯，
Yeah, great. Thank you for sharing. 其实，在我们高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不管是课外活动也好，或者是一个人生的经验，或者是参加过的某个营队或是某个 event， 它都可以拿来写成课外活动跟它都可以拿来写成 essay 跟讲一个故事 ，right？ 今天我们的学生们他们也在他们的 essay 里面分享，就是他们 essay 的一段。其实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大部分的 personal statement 里面并没有提到他们的就是 major 或者是他们的就是 career 的一些志愿 ，right？ 反而是透过一个非常 personal 非常在自己生命你想表达的一个 character， right， characteristic， 去顺利给大学们显现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也有一些观众们问，就是一般申请大学要申请几间，以及 EAED 的这个 arrangement， 那简单回答一下，大部分会比较建议学生们申请大概10到12。一间大学，那里面也希望学生可以好好的考虑有上 CIFA 里面，当然会有些例外 ，right？ 比如说，今天 Ryan 有就是分享到，因为他在台湾拿到了保送台大电机系的这样的资格，所以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主要是非常高速去 aim， right？ 几乎是 reach school。但是不管各位是就地上，希望在想大学的这个 list 名单里面有想什么样的好的美国4000多所大学，每个大学的文化故事以及他们的 offer 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一部分可以像 Elvis 信的去 YouTube 或是 Reddit 去找，或者是Sonia 她有跟很多不同的学长姐妹校友们去做 interview 做访谈之后才了解到这个大学的个性。Last but not least， 因为今天我们的活动差不多要结束了，所以有一些问题可能没有回答到，不好意思。那各位观众如果有兴趣或是有更多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欢迎来安排一次免费的一对一咨询。那咨询可以透过我们的LINE 或是透过我们的Social media 都可以，就是找到我们，那这边也可以加上我们的 line。The last question of the day, Ashley， 就最后一个想要问各位学生们的 ，or the last two questions。And this will go to everybody。就是现在高中毕业了，然后大学就在面前 ，right? College is right there。想要问一下，就是各位在进大学之后，最令你们期待的事情是什么 ？What are you most excited about for college？ And also 申请大学的过程中，what role did panel and the counselors play that you found most helpful？ Yeah， and anybody want to go first？ 那我们就顺序走好了。那 Ryan 先吧。好，那。我想，现在最期待应该就是跟那些之前只会出现在书本上啊，出现在 paper 上面的那些大教授见面啊，然后可以去他们 office hour 啊，然后可以跟他们讨论一下，比如让他们怎么看某些问题。我觉得就是学习这些厉害的人的思考方式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很期待。对，那Panel 在过就整个过程当中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巨大的角色，因为其实我是什么7月赛后才决定说要出国的，所以然后这样偷偷就考完 SAT， 然后发现成绩太烂，然后要开始写 essay 的时候已经是九月快底了，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只好赶快问同学，哎，你是怎么准备？然后他就介绍我来 Panel， 然后所以。Panel 就在很快的时间内，就是帮助我，就是在把我所有就是之前散成一团的东西啊，然后还有，因为其实说真的，就在就是接受辅导课程之前，其实甚至是我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在想什么的。然后他们有非常厉害的技术可以
帮助我去发现说，其实我在这个时候我是在想什么。那这个地方是一个闪光点，我觉得我可以把它放进我的 essay 里面。那这方面我是觉得非常厉害，而且就是很推荐的。对 ，Thank you, Ryan. Elvis， 我觉得最期待的话就是跟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的大学生交流，听听看他们对某件事情的意见，说不定可以得到不一样的角度思考这个世界运作的方式。然后对于 panel 的话，我觉得 panel 的essay editor 真的非常非常用心，常常都陪我开会到一点，是这样那么多时间，可能因为我时间也有点难排吧，就是我觉得 panel 的顾问配合度都很高，然后也很愿意花时间带你，尤其是写作部分。我一开始写作也不是很强，但越写越写，我的英文能力也有相较进步许多的。Yeah, thank you, Elvis. I mean, we all respect you for coming up from Taoyuan to 开会 yeah. So yeah, well, glad to you know be of help. Sorry, Sonia. Okay. 我期待的东西，但其实也跟前面几个人差不多，就是跟同侪可以激荡出不同的想法，然后还有可以见到一些常在书上看到的那些教授，因为他们就实际上可能甚至会是帮我们上课的教授。然后还有看到雪，因为芝加哥冬天会很冷，然后会下大雪。然后呢，接下来 panel 在我的申请上面，主要我觉得有大概三个地方我觉得帮助我最大。首先当然就是让我对于整个流程有更好的掌控，然后也让我了解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对，像是 Peggy 也帮我理清了很多我到底想要是怎么样的学校比较适合我。然后再来就是 essay editing， 我觉得这真的是那个获益良多，就是因为你自己写常常会有一些盲点你没办法看到，但是经过每一个礼拜这样一直讨论，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就是把你的 essay 从原本一个其实还没有很成型的东西，然后慢慢你就会看到它的一个形状已经出现这样。然后最后就是那个可以让我有 access to 那个比如说像是 internship 的一些机会啊，还有或者是跟一些就是一些在校其他学校的学生去有一个连接的机会。对 ，Thank you, Sonia。刚才前面三位提到了一点，就是作文。那作文我们也希望，当然除了为了申请大学之外，不管现在是几年级，也可以多多接触写作跟阅读。因为在大学，不管我们要读什么，我们都会接触到写作这件事情。Right? So yeah, so glad that we were able to get a lot out of it. Alex, what are you most excited about college? 我觉得我很期待就是大学生活，就是我听说是一个很吃你的这个自律能力嘛，好像听那个学长姐说大学好像不用早起，比高职就是很你很多那种选课的自由啊。然后我觉得我很期待，就像自己一个人到国外，然后要自己打理很多这种独立的这种态度，我觉得我很期待，就是可以慢慢的培养它。然后关于 panel 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地方，就是 SAT 跟那个 college app， 我觉得其实都有帮助。就 SAT 就是那就 让我 panel 让我用不同的方式准备 SAT， 就是学到正确的方式，然后我觉得让准备起来相对起来比较轻松一点。那对于 college app 的就是很多 panel 的这些给你一些方向，就像是不管是像 EAED 啊，然后什么时候申请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些时程表把它排出来，然后就是有问题然后就马上这个开始解决，然后看重新看要怎么做。我觉得这种就是有，我觉得有 panel 就是说感觉有困难的时候就好好讨论，然后那个困难就没了。就因为毕竟我觉得这申请大学是一个很 stressful 的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有这样指引方向的一个平台，就可以让整个过程变得更轻松。Thank you, Alex. And then last but not least, Ethan. 我觉得我大概最期待的是大学的自由生活，跟可以
也可以遇到很多从国外来的，就是同学，可以跟他们一起做数学，就是功课，可以跟他们一起讨论。还有，我蛮期待南加州的天气，台湾真的是太潮湿了，所以我是蛮期待去南加州那个 comfortable weather。然后 panel 有帮我做的事情，是我从十年级开始就在 panel， 所以我 counselor 我主要是跟 Andy， 但我也有跟Peggy 有时候讨论我的 essay， 但 Andy 是从十年级，所以他也有帮我一点 ACT 的 prep， 然后完了我一些的像 Common App Essay 的那个 idea 也是我跟 Peggy 跟 Andy 讨论过后才想出来的，所以这些比较有一点 unique idea 都是从就是我跟可以跟 panel 的 counselors 讨论过我才想得出来的。然后其实我有时候会这也是college application 这个时段也是很对我们这些十二年级来讲是很紧张的，所以有时候我也有时候到 panel 的时候，我就跟 Andy 抱怨啊，或者有时候跟他玩，玩 video games。panel 也算是一个，算是 like a counseling。Panel actually helped me not jus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itself and preparing the college list, but also just I don't know.Like mental stability throughout this whole process. Yeah, thank you, Ethan. Hopefully, everyone is a lot less stressed out, right? 现在有大学都放榜之后，希望大家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压力那么大，也希望也很 excited 可以去美国读大学。那今天也谢谢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也谢谢观众们来听我们的讲座。希望透过今天五位优秀同学们故事分享之后，大家也对申请美国更了解，不再恐惧，也不再觉得压力很大。那之后也欢迎各位去找这些同学们的 IG 或者是 email， 或者是可以来跟我们的顾问约一次一对一的咨询。So thank you everyone for coming today and best of luck.